那在上集里呢，师父谈到了如何消除断见，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谈一谈如何消除常见。虽然师父说断见比常见可怕，可是常见也是不好的，所以我们也应该来消除它。那我们当然还是要继续请教圣严法师，告诉我们如何消除常见。师父您好。陈小姐好。是师父，虽然您说常见呢不像断见那么坏哈，不过常见总是也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消除常见呢？我现在要先再讲一次，所谓常见呢，为什么好啊？为什么比断见好？就是常见还是相信呢，有过去式，有未来式，这是说呢，过去啊，从无始以来，这个是从神呢，创造的，或者是从神呢，这个分出来的，从神的身体上分出来的，或者从神的灵里边分出来的一个灵魂，这灵的一个魂啊。那么灵魂，它是一生又一生，一生又一生，那一直到现在为止，那我们把这个现在为止以前的无量数的生死过程叫做过去三世，过去的三世因果的关系。另外呢，就是这一生过了以后呢，因为是常见了，都相信都是永远是人，永远是啊这个神的儿子，或者是神的啊分身，或者是神的化现，或者是神所创造的啊一个灵魂，这个灵魂永远是永远的，出生呢也有死亡，出生呢有死亡，不灭的，不灭的，而且呢永远是人，男人永远是男人啊，女人永远是女人。那么到这一生结束了，来生开始，再有来生，再有来生，再有来生，这个叫什么呢？这叫未来三世的因果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常见呢、啊。的信仰或者是一种常见的观念啊，为什么说它好的意思呢？就是自己的背后或者自己的上面有一个老祖宗的神或者是自己的神在那地方啊，来照顾着自己，保护着自己。自己再怎么坏，这个神总是像爱护自己的儿孙一样，这是还是爱护我们的。所以有这个常见也蛮好。还有呢，常见会比较有信心，有信心对未来也是。他总是觉得有个希望，这一生呢、啊、过下去，到明来生还有一生，再来生还有一生，到最后有希望能够又回到神的怀抱里边去，跟祖先呢、啊、又生活在一起去，这样子的时候，他未来的前途啊，也觉得是蛮安全的。是，所以是有归宿，有这个有来处，有归宿，有归宿处。所以这种这个常见呢，应该是说对一般的人来讲啊是蛮好的。说不好的就是呢，我刚才我的另外一个一集里边，前面的一集里边呢讲到啊，就是自己会骄傲，还有呢自己呢有这个有一种什么呢，有恃无恐。这个坏处就是呢，相信自己呢永远呢是人，相信呢永远呢是不会呀、啊、比现在更差。对，那么这一个就是不负，又是不负责任的。对，师父讲过说杀了头没关系，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对，那么这个也就是不负责任的情形会发生的。那么如何的能够消除啊或者是改善呢、啊、常见的这种毛病呢，就是要了解啊，我们的生命并不是由哪一个神来创造的，也并不是说我们的原始的一个祖先呢、啊、把我们呢就传下来的。原始的祖先老早已经过世，神有的，但是呢我们相信呢神这也只是说他们福报大，所以能力也大，他们在生在天上，或者是呢他们住在啊空中，他们有这种神。可是呢我们这个生命呢不是从神那边来的，一切的众生就是呢自己每一个都是独立的，所以是呢
开始的时候是无始以来，就没有始，没有开始。那未来呢？未来的时候我们会也没有结束，只有说转变，从凡夫的众生转变为佛的一个层次。那么这过去的众生有无量啊，是自然而然出现的，本来就有的，然后呢一尊一尊的佛成佛的，那众生就少了，而佛增加了。这个是啊，这是从佛教的信仰的观点呢，来说明这个常见的哈，是错误。但是呢，佛教说的常见，听他说过去无始以来就有众生，一直到成佛为止呢，还是存在，好像也是像是常见一样的哈，也是生命没有中断啊，那也像常见，其实不是。佛教所讲的这个生命的无始无终，这是呢不断的还在变化，在可以是啊人，也可以不是人，可以是动物，也可以成天，可以是凡夫，也可以变成啊圣人。是，那这样子佛教讲不讲灵魂呢？佛教不讲灵魂，佛教的观念里面呢，所以我们投胎是叫做神色，神呢就是天上的神的那种神，色是认识的色，用神色来投胎。那死亡的时候呢，神色离开我们的躯壳，那个神色它并没有一定的固定的一个东西叫做神色，而是呢我们在一生一生之中所造的种种的恶意与善意，把它连贯起来，变成一条因果的，从因到果的这条线，从因到果，名字叫做线，其实呢是一个点，有一样东西，一个物体，这个物体我们叫做毅力，的力的力量，但毅力它经常在改变。我们这一生造善意，这个毅力呢里边呢增加了善，我们这造恶意，那个毅力里边增加的恶的成分，所以它那个内容成分经常在改变。谢谢师父开示。阿弥陀佛。那么从师父的开示里面，我们知道因果，相信因果是消除常见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那么也欢迎您在下一集里面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佛法的智慧。